好几个电话了，打电话你又不接，你到底在干嘛呀？你都不知道我急死了，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今天给你打电话你还不接，给你发短信你也不回，你都不告诉我你到底在干嘛呀？你说话呀！小蝶，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，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比较好。为什么呀，青山？ 你不是说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的吗？因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呢。两个世界？我有摆脱不了的宿命和使命。宿命？使命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，青山？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，我觉得你心里有很多不开心的事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你我可以。小蝶。 你别再问了好吗？我讨厌你。笑。回来的感觉很好吧？爸，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回来。我也没勉强你，你想在酒吧也可以。 现在，兹纳米和库雷弗两套铠甲已经在我们手上了。另外，李伯伯说终极病毒也快要问世了。太好了！哎，爸，您怎么就叹气了？我最近遇到个难题，兹纳米和库雷弗他们之间的双模式转化还没成功。爸，如果你不介意。 就让我来试试吧。眼镜，眼镜，回来了，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去了一趟熊猫杀毒软件公司，现在终于知道这黑客的真正目的了。是不是金块交易平台被攻击了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10分钟前，我已经在网上和这个黑客较量过了，看到他入侵网云平台，哎。 可惜晚了一步。哎，那笔钱会去哪儿了呢？哎，这些钱是数据库中的数据。
并不是真的钱，而且目前还无法转移到国外，所以他下一步应该是想将这些虚拟的数字想办法变成真正的钱。那可怎么查呀？哎，这个黑客不是等闲之辈呀，很狡猾，先释放出病毒瘫痪全市网络，再攻击网络交易平台的防火墙。开始吧，大少爷，可以开始了。小智慈纳米，淹没巨兽的力量，合体。狂啸攻击，自己的意志，我感觉到一股仇恨，怎么压也压不住。现在这个社会真是太脆弱了，电脑只要一受到病毒侵害，就什么也干不了了。哎，眼镜，你这还能上网啊？上次中了木马呀，我就重新安装系统了。重装以后，我就把熊猫杀毒软件给换掉了。我觉得这熊猫杀毒软件给病毒开了后门，电脑就更容易被感染了。我还确定这神秘黑客与杀毒软件公司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对了，这样，眼镜，我出去一下，你继续查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调查一下熊猫杀毒软件公司，去那边找找线索。哎，小蝶。哎，端木哥，怎么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不会是在偷懒吧？我现在已经不在拉面店工作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还是想过自己的生活。拉面店那边不太自由。好羡慕你啊，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。最近生活和工作都不太顺利。我和一个重要的人约定以后再也不见面。既然是重要的人，干嘛约定以后不见面呢？要好好珍惜才对啊。算了，不问你了。我现在比较空哦。
你不是说过想坐我的摩托车吗？有空打电话给我。嗯。我要去调查一下熊猫杀毒软件公司的事情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去那边吗？我刚刚从那边回来，本来我是想去采访他们的刘总，不过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说刘总他出国了，至少半个月才能回来。哎，这跟刘总又有什么关系吗？他可是年轻有为的高富帅，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哦。黑客也可以骑白马呀。啊，我这里有一些关于刘总的资料，你要看一看吗？嗯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起初就是一家小工作室而已。嗯。迅速壮大成100多名员工的企业，看来他是找到风险投资了。哎，嗯，连他们公司资金出现问题，你都查到了？对啊，主编也吓了一跳呢。但是我觉得，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，那样才不会虚度光阴啊。看来啊，你已经不是在那个大街上喊抓强盗的小女生喽。哎，玲玲呢？喂，哥。喂，玲玲。汤姆已经离开拉面店了吧？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他不接我电话。很好，这样我也没那么多顾忌了。现在我要为集团拿回纳瓦和托纳多召唤器。哥，你们俩非要这样打吗？是，我一定要打倒端木叶。哥，你能不能看在妹妹的面子上，你们两个和平相处呢？那是过去的事了。没关系，我会把一切事情处理好的。哎，哥。你不去拉面店工作，玲玲不生气吗？吵架啦？我们的事情很复杂的，以后再讲行吗？好啊。哎，眼睛，你那边查到什么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你那边呢？那个熊猫杀毒软件公司的刘总名义上是出国了，但是他实际已经下落不明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躲在哪个酒店里数钱呢。别说丧气话，我们还没数呢。而且那么多钱，他肯定不敢一次性取出来，否则会被银行盯上，一定会露出什么马脚的。不过电脑黑客之类的专业知识我也不懂，帮不了你什么忙啊。哎，你吃饭了吗？那边有泡面，多吃两盒。哎，又吃泡面啊。哎，我说啊，反正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头绪，我们就出去吃好了，我请客怎么样？让我出门？我可是宅女之王啊。哎，有什么关系吗？不就是一扇门而已，别被一扇门束缚住哦。一扇门啊。哈，被我的话折服了吧。嗯，哎，眼镜。嗯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一扇门而已，能出就能进，能进就能出嘛。既然他用通道从电脑盗取东西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去盗取他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你激发了我，很简单。熊猫杀毒卫士通过后门盗取用户资料，然后用这个后门将资料传回自己的电脑里。我可以通过追踪这个后门的地址，找到他的位置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太好了。眼镜，那你加油，我去给你买吃的打包回来。眼镜，这是你的饭，怎么样了？嗯，行了，他的终端被我锁定了，
但是他很狡猾，那是一个远端的服务器地址，并不是他所在的地点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只能等待他再次提钱，他的终端里的钱会打到他的银行卡里，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他去提钱了。可是咱们怎么去抓他呀？咱们又不知道他到底会在哪个 ATM 机上去提钱。但是我可以知道他提了多少钱啊，如果有警方协助的话，就可以查出在这个时间内提走固定钱数的人，会大大缩小我们怀疑的嫌疑人范围。好好好，那我现在就给石警官打电话。哎，他动手了，这次提的是25000块。25000块？嗯。喂，石警官。哎，东木，又作案了，又作案了，25000。对对对，是25000块。就一个人？只有一个人提这么多？这么简单啊？好好好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小王。队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接到你们电话我们就过来巡逻了，的确发现了一个用 ATM 机取钱的人，他向后面停车场跑了。那边那个？是的，刚跑过去没多久。石警官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下次早点说。刘老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名言，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这句名言说的就是你哟。利用免费的杀毒软件引诱用户去免费下载，然后呢通过杀毒软件的后门去盗取用户的账号，再侵入银行，通过盗取来的账号去把这些钱转走，哎，再利用密码把这些钱转到别的地方。刘总，这招太漂亮了。一直在网上跟我对峙的电脑高手，难道是你？刘总，我只会做拉面，你做了这么多坏事，被人揭穿是迟早的事情。小鬼。别跑，叶师长。我猛烈攻击。
敢动盘儿。邪念彻底被焚烧吧！让你总坏事！来来来，起来！起来你啊！起来！走！走啊你！事情圆满解决，全市的网络又恢复了正常。太好了，网络又恢复正常了，我终于又可以玩网游了。哎，端木，你知道这款叫《最终决斗》的网游吗？超好玩，太刺激了。网络上的游戏有什么好刺激的？难不成你要玩真的？别逗了。哼，就怕他们玩不过我。青山，来自真正的决斗吧。我得去打工了。哥们儿，价钱不低了。就怕他们玩不过。工业酒精，兑点香料，再加点水，搅拌搅拌就成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小国，你好吗？你怎么样啊？哎呦，别说了，你快过来！准备出发 ，Go！ 我打击推翻 Tango， Tango。